是台南的竹溪，就是两倍大小，水中有那个白鹭鸶，水中有白鹭鸶，现在镜头里面有三只白鹭鸶。三只白鹭鸶，然后再放大一点，缩小三只，有三只白鹭鸶在那边，白鹭鸶。哦，再把它缩小一点，旁边也有一只，在旁边那里也有一只。镜头里面现在看到的是四只白鹭鸶。两倍大，稍微缩小一点，好，稍微缩小一点，现在镜头里面看到三只白鹭鸶。在那个水流出口处，在那边等待觅食。好，再缩小一点，就是原来一倍大小，就是原来一倍大小，在水中那个。水流出口处那边觅食，准备觅食。哦，也有一只水鸭游过来，水鸭游过来。OK，先到这边。